京城新过年期间有趣的事。我是因为回家过年，当天前天晚上，见了我侄儿，就跟他开玩笑说，你明天叫哥起床啊，不对，叫舅舅起床，叫舅舅，说错了啊，姐说错了啊，叫舅舅起床。是，然后他当真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七点起床叫了我，我在想啊，我放假好不容易困一次啊，所以就是在家里面没有就是睡懒觉，没有睡懒觉，天天七点，舅舅姐姐起床。舅舅姐姐去上。